我们在新南向六个国家，印尼、泰国、菲律宾、印度、马来西亚还有越南等等，这些在工种的协助之下，我们已经有相当不错的成果。三年下来，每年都汇集成册。美中贸易争端持续延烧，全球供应链开始移转，在这个情况下，台湾厂商必须寻求不同的生产、销售及经营模式，和亚太各国进行产业合作，稳固台湾产业的地位。从2016年开始，我们政府上任以后啊，就开始推动新南向，那也跟新南向很多的国家，有了很好的一些关系。今天有一些初步的一些结果，那也特别感谢龚总，的协助。我们想透过一些高峰论坛也好，然后来实际上面能够让双方业者能够在不同的管道接触。那如果双方有合作意愿的话，我们那就请他们可以签一个 MOU， 以这个 MOU 为 base 呢，往下继续呢，这个来做一些透过一些交流互访啦，或一些媒合的活动，让这个真正的 MOU 呢可以落实变为实际上的计划在运作。这一次贸易战一定要把中国的产业链全部弄清楚，要把产业链移出来。所以如果你没跑了，想办法你一定要跑。为什么？因为这个趋势慢慢慢慢，川普是要把中国的产业链、制造业链要把它移走。印尼政府现在又要强力的推广这个渔业政策，所以他甚至向我们台湾提出了大概6000艘每一年的需求啊。当然因为他们的政策，所以我们这些6000艘必须在他们印尼里面建造，所以我们目前是以50吨的FRP 渔船作为我们合作的模式，不能一直仰赖，只是仰赖人家花钱给我们。我们也希望说自己能够创造自己有优势的行业，所以我们就发觉油中方面它有很多很多的废弃物，也就是说油中它榨完油出来，20%的油拿来，剩下80%全部都要烧掉，都要丢掉。那在上下整合的情况下嘞，因为油中原本是我们的客户，我们要他买我们比较绿色的肥料，他买了。把它的废弃物去变成疫苗，他又买了，但他真正最大的废弃物，它的这个纤维，我们又把它变成了木糖醇、阿拉伯糖，然后把它的废弃物变成更大的这个利润，然后跟他分享，所以我们跟他的这个连结度、依存度就越来越紧。那我们结合智慧教室，结合我们 AI 的这些仪表、这些指标，就可以来协助我们老师来做好一些改变。我们相信科技可以改变我们的教学，可以改变我们的教育，所以透过这软加硬整合，就会构成我们关注到每一个孩子，成就每一个孩子的智慧教育。我们有一个很好的科技，可是我们从台湾的设计出发，我们希望跟泰国的设计师去串联，我们希望跟泰国的一些珠宝设计师，或者是一些不同的设计的一些像视觉设计师或者产品设计师做一些串联，所以呢，我们就开发出很多不同的一个商品。今年度呢，我们就串联了4个城市，它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去看这些事情。